我们刚才讲了这两面，刚才我是竖的面竖起来的，我把这两面躺下来，然后我让中间的两个面的交叉的轴是垂直于横板，可以吧？啊，这两面，那么这是干嘛？一面，这是干嘛？二面，对吧？他们这些夹角是多少呢？是两分之什么？两派，啊，这是已经知道了这个夹角。好，那我们看，如果我们这里有个点叫 A 点，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实的点啊 ，A 点。那么这样呢，它通过这个面反应的时候是这样反应过去的吧？到这里变成虚点了吧？这个虚点叫 A 片，对吧 ？A 片。那么这样呢，它跟这里的夹角多少？这是阿尔法，这也是阿尔法吧？对吧？因为反应吧，两个夹角应该相等的阿尔法。好，然后我这个 A 片再次反应，通过西格玛二反应，反应什么？反应到 B。好，那么这是一个虚的。通过镜面一照以后变成什么？变实了吧？变实了。那么结果呢？这是个贝塔，这是叫什么呢？也是贝塔，是贝塔。好，那最后的效果是什么？两个反应最后效果是什么？就一个旋转，这是肯定的。这是什么？围绕这个一个角的旋转。啊，围绕这个角的旋转，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实的比虚的，虚的又比实的。那么实的到实的，这是一个什么？这个实的旋转。那么它旋转的角度等于什么呢？旋转的角度等于两倍的阿尔法加贝塔。阿尔法加贝塔。好，那么阿尔法加贝塔，这阿尔法加贝塔等于多少呢？阿尔法加贝塔就等于两倍的什么？两 n 是两派，两 n 是两派。好，那么两根一掉就等于什么？等于 n 是两派。那么也就是说，它等于旋转什么？旋折 n 分之两派，那么旋折 n 分之两派，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四叶轴，四叶 axis， 所以它实际上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最后的操作相当于一个四叶 axis， 所以要注意，就两个虚操作，最后肯定是实操作，你不要去考虑是不是还可能存在一个镜面反应，没有，因为。如果它乘起来等于一个镜面反应的话，又是个虚操作了，那肯定不对的，对吧？将来我们可以在乘法表里也可以发现，就两个虚操作相乘，最后乘法表里是一个实操作。好，如果一个虚操作一个实操作，最后肯定是个虚操作，肯定是虚操作。所以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结果，这是我们第一个乘法，第二乘法是什么呢？如果是一个旋转 ，CM。跟一个什么？通过它的面来做那么我这里就知道了，我是西格玛一西格玛二就等于什么？等于 CN 对吧？因为这个夹角是这个等于 CN。好，他说现在有 CN 然后有一个面，对吧？有西格玛一面，那我们叫西格玛一。好，那么现在有西格玛一，有个 CN， 他说。必然承载一个什么？西格玛二的面，这个西格玛二的面呢，跟西格玛一面的夹角是多少呢？夹角是两分之两派。好，那么实际上这个是最简单的，因为有了这个，刚才我就推到这个式子，那么我来说什么？西格玛二，西格玛一，这里 C 二，我这里乘西格玛一，这里乘西格玛一，可以吧？对吧？就是说我让它做了面，再西格玛一下反应一下，那么这里也再反应一下。好，那么西格玛一面西格玛也反应一下，就在自己镜子里面反应，大家反应过去就回到原来了嘛。那么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个一操作了，对吧？操作了。好，那么这样呢，这左面就变成什么？变成西格玛二了，右面就变成什么 ？C 二西格玛一了。那也就是说，西格玛一跟西格玛啊 C 二一操作以后呢，它就等于西格玛二了，啊。行不行？当然，你回去也可以按照这个图也去再做做。那我上课的时间性质关系，我不再按照图再来去什么做做，做出来到底是不是，对吧？我按照我们那个一般的关系上，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成的关系，都是什么？
这倒过来了，就是你有两个面啊，加一定的焦的话，它必然存在什么这个轴啊。那么我们通俗来讲就是这样，如果这两个面加120度的话，是吧，这两个面如果加120度，那么120度相当于多少呢？相当于啊，我们说两派是360了，120就等于3什么，等于加上120度，那么就等于什么？等于是三分之两派，啊，三分之两派，啊，三分之两。好，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说加一百个，我们加60度可以了，加60度，就简单点，再加60度，那么等于什么？等于六分之两派，是吧？等于六分之两派，对。啊，如果两个面加60度的话，那等于六分之两派。那么这六分之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两乘三是吧？两派对吧？啊，这我们说我们是两 n 嘛，两乘三。好，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两个面加60度的话，它必然有个什么？一个30轴，一个30轴。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这里一个面，这里一个面，这个加60度的话，那么中间必然有个什么？一个30轴，一个30轴。好，那么我们说一个30轴，然后有这个面。这次有30，有这个面好了，有这个面以后，它我马上可以推到这个面吧？这是西格玛一，这个西格玛二，就跟它相交什么60度的一个面，对吧？如果有30轴，好，有30轴，再跟西格玛二作用，马上可以得到什么西格玛三，西格玛三吧，西格玛三。所以我们可以讲，如果有一个 CN 次轴，你找到了一个跟这个轴什么通过这个轴的什么西格玛 V 面。那么它必然有多少个面出来？有 n 面出来，对吧？有 n 面出来，啊，那么西三的话，你看就是什么？就是有三个面出来了，有三个面出来了，三个面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面跟什么跟轴的关系，就是你有两个面，中间肯定有轴，有了轴以后，这个两个面就不是简单的两个面了，要看这两个面加角的。如果这两个面加角是90度的话，那么可能只相当于是两个面，是吧？如果是60度的话，它可能将来有三个面，啊，有三个面了，啊，有三个面了。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面跟轴的关系，啊，面跟轴的关系，啊，曾经它也跟出来了。好，第三个的这个东西呢，就两个两次轴，哎，道理啊，跟两个面一样的，两个两次轴中间加个西塔，是吧？这个西塔呢，就是说。哎，它两次轴啊旋转，这个中间这个是一个什么一个角西塔，那么这个旋转呢被什么两西塔啊，就是说那个旋转，那么也就刚才跟我们刚才是一样的，本来这个什么这个是两次反应面，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两次轴可以吧？这两次轴，啊，这两片，这下面漂了，变两次轴，啊，变两次轴。好，那么如果有这两次轴，中间加角，我们叫西塔，就是西塔，啊，那么也是这样的。我这里有点 A， 跑到这里可以旋转。要注意，这个是旋转的时候，就什么，它不是虚的，还是实的，还是实的了，啊，但是要注意，这个时候的是什么？如果我 A 值在黑板上面的话，它 A 偏什么？就跑到黑板下面去了。如果我 A 在黑板上的，它还在黑板上，对吧？要注意啊，这个转180度的时候不在什么一个平面上了，是转下去了。如果我这点在黑板上面，那么这点就是到黑板下面去了，啊。如果这点在黑板上，它也在黑板上。好，这是一个，它当时一个实的实体。好，然后我再围绕着四角轴，再旋转什么180度，对吧？就旋转这里这点 B 了。那这点 B 还是实的。要注意的是，如果这在黑板上面，这个下去了，那这一转以后什么又上来了，又上来了，啊，又上来了，这两次，所以最后的效果什么？最后效果等于我 A 什么？还是旋转到什么？旋转到 B。那么 A 旋转到 B， 它旋转叫多少呢？刚才讲的是什么？是两倍的阿尔法加贝塔，也就是我们现在什么等于两个西塔，这个就变成什么？变成一种旋转两西塔，
啊，旋转两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定义，啊，就旋转两次的，就是你两次轴，如果交叉在一起的话，那必然存在一个什么？它最后的，乘法的结果是什么？在中间什么？中间有一个垂着它的轴，这个垂着它的轴是几次轴呢？就跟这个西塔角度有关系。如果我们刚才讲的西塔，就等于两 n 分之两派，啊，那么它的旋转就是什么？旋转变成什么？变成功 n 分之两派。那么 m 这两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 cn 轴。啊 ，cn 轴。那么如果这两次做是这个相交是90度，啊，相交九十度，相交九十度等于什么？等于四分之什么？四分之两派，啊，等于两乘两。那么我随着它的这个轴就是什么？就是又是个两次轴，等于什么？这样就是等于三个两次轴，在平面上一个两次轴，一个两次轴，在上面肯定变成个两次轴。啊，如果我这个夹角是60度，这两次轴夹角是60度，就像面一样的，那么我中间就是什么？就30轴了，对吧？那么中间30轴，那么想想看，我实际上必然还有什么？还有第三个什么？两次轴，就一个两次轴，两个两次轴，必须第三个两次轴在平面上，啊，也就是说，再倒过来我们也可以看看，有一个 C3 轴，举个例子说，或者 CN 轴。有一个垂着它的什么两次轴，是吧？就我们下一个定义了啊，就是有一个 n 轴啊，一个实的旋转轴，是吧？啊，旋转轴啊，对吧？它是偶数的啊。那么然后呢，有一个垂着它的反映那个面啊，这是第四个。那么我们还把这个定义再推广一下，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按照上面讲的，我们上面不是有一到二嘛？像三呢也可以到另外，就是说。有一个 n 次轴，啊，然后有一个什么 CLP 轴是垂着它的，那必然会产生什么？产生 n 的什么垂着它的轴，就像我们刚才面一样的。刚才我们第二个就是面嘛，啊，有一个轴，然后有个面通过它，然后可以产生 n 的面。那么现在有一个轴，有一个两次轴垂着它，那么也同样产生什么 n 的两次轴。应该说，这是我们乘法的第三个实际上就包括这两部分了。啊，最后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实的旋转，是吧？实的旋转是偶数的，如果是偶数的啊，就那么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一个垂着它的啊，垂着它的一个反应面啊，反应面，那么就产生一个什么？产生一个对称中心了。为什么呢？实际上我偶次轴。凡是有偶次轴的话，它肯定有什么？肯定有两次轴啊？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说四次轴吧 ，C4，啊，那么就是啊，旋转90度，那么 C42 呢，就等于 C2 吧？因为90度就旋转180度嘛，旋转180度就等于 C2， 对吧 ？C2 好，然后如果我是 C6， 那 C6 是 C62。旋转 C6 什么？旋转60度。C62 旋转什么？旋转120度。C63呢？就旋转什么？旋转什么？旋转180度，就是 C2。所以，凡是偶次轴的话，它总是要包含什么？包含一个两次轴对称性的，是吧？就它偶次轴 n 可以除二嘛？啊，就是偶次轴的 cn 两分之 n 啊，或者叫 c 两 n 啊，是吧？这样表示的这一个就是旋转什么等 C2 就旋转180度等于旋转180度啊，所以偶次轴里面肯定有一个两次轴。好，那么一个两次轴啊，就是随着一个什么随着反应面啊，那么这两个操作联合起来肯定就是什么，肯定就是对称中心 I 了啊，或者我们叫 I 就它了。这是我们原来对称中心定义就有了，就是旋转180度以后再如果反应的话就可以什么，就这个，也就是我们说刚才讲的 S2 就等于什么，等于对称性 I。 那么这两个操作加起来就是 S2 了，是吧？偶次轴旋转再跟这个就是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这个就是说S2 了，是吧？是吧？所以偶次轴旋转的跟这个加起来肯定会产生一个对称中心，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五个对称元素在组合的组合器里面可能会有些新的东西出来啊，都包括进去了，因为
为什么？因为我们开始找一个分子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对称元素都找出来，往往可以找到一个两个。那么知道了这个它们怎么承接，怎么产生新的对称元素，那么你就是什么，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把什么整个分子的什么它的对称性、它的对称操作都找出来。所以这是比较重要的，比较重要的。这是一个刚才讲了一个性质，就是啊对称操作的乘法承接，这是讲对称操作关系里面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讲一个什么？Commutation 就是说交换。那么我们这个两个操作器乘起来了，那么前后次序有关系吗？那我说肯定有关系的，肯定有关系的。啊，为什么？譬如举个例子，我们刚才最简单的例子来看，如果你这个做西伽马，你这点做西伽马，先做什么？先做 CL1 一片，再做 CL2 两片，得到结果是这点 B。你试试看，你去我吸什么？吸做 CL 两片，对吧？哎，你先这个来做，再做你马上得到什么？得到这里了，跑到这里了。然后你再什么？再做它，再跑到这里了，啊，结果肯定不一样了，结果肯定不一样。所以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对称操作，两个连续做起来，就是你先做跟我先做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说没有不可交换的，不能交换的。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是可以交换的，那么我们来具体讨论一下这个交换。第一个，恒能操作 ，identity operation， 是吧？和什么？和这个就是说那个啊 inversion 这个操作叫 I 操作，它呢是吧？和所有的 any operation 是可以什么？是可以啊 commutation 就可以交换的。这道理也是这样的，你做了操作以后你不动，跟动不动以后再做操作，效果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跟一来说那肯定是一致的，那么跟什么，跟那个 I 来说呢，实际上也没关系。为什么 I 这起个作用什么，把正 X 变成负 X， 正 Y 变负 I， 正 Z 变负 Z。 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操作做完了以后再变也好，或者做之前变也好，就效果是一样的，效果是一样的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啊，大家回去可以试试看啊。但实际上呢，我也把这个问题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一个是原来不动的，一个这不过什么，这改变一个符号啊，那动的位置效果是一样的。还有两个同一个轴的旋转它是可以交换的，那当然了，因为你围绕这个旋转，你说先转120度，然后再转60度，那么加起来等于转180度吧。那你说我先转60度再转120度，最后还是180度吧。但是要注意，是同一个轴的旋转，可以先轴后轴是一样的，就可以交换的啊。这是第二个可以交换的。第三个交换的，通过两个面反应，对吧？但是要注意，这两个面反应就跟我刚才讲的是不一样的。我刚才通过这两个面反应，或者通过这两个轴的转是不能什么交换的，但是有一个是可以交换的。如果这两个面是垂直的，可以交换的。如果你这点啊，这是一个嘛，也是一个嘛。如果他们垂直的，那么你这个反应过去到这里，然后通过西伽马反应到这里，对吧？这是一个虚的，这两个实的。然后呢，因为它是90度，如果你先做西伽马二过去到这里是虚的，然后再过去到这里是的，是一样的，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啊。啊，比如说我是把这个坐标设为 x y， 可以吧？因为这平面放在这个 x y 平面上做好了啊，始终是那不变的。好，那么你这样做的，这是如果是 x 啊，这是 y， 这是 x， 比如说，好，通过 x 平面反应，那么得到什么呀？得到是 x 负 y， 对吧？啊，然后再过去呢，是负 x 负 y， 啊，你这里过去也是，这里过去是什么？先负 x y。然后到这样反过去又是什么负 x 负 y， 所以是一样的，可以的。所以这第三点是什么？两个面，是吧？但是要相互垂直的，它来什么先反应跟后反应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反应最后总是变实的，变实的是实验。关键是它的坐标改变是不是一样，正方是这样。所以这是两个啊，那个啊，那么同样两个轴，实验轴啊，它如果是啊，这个相互什么
向后垂着的话，啊，那么也可以的，啊，这道理也是这样的。那这不过是什么？这里面还改变了什么？改变 c， 那如果这里有个 x y z， 啊，那么对 c 二轴来说，我们马上得到什么？得到个负 z， 啊，因为围绕 x 轴旋转嘛，它 x 不变嘛，啊，就是 y 变成负 y，z 变负 z， 啊，然后呢，我们围绕 c， 围绕什么？围绕 y 轴来转，围绕 y 轴之后 y 不变，那么这个负 y 不变。啊，这负 y 不变，那么我们得到什么结果呢？得到负 x 负 y 正极了，啊，不管正极，啊，那么这里过去也是这样，这里过去什么？那我围绕什么？围绕 y 的转 ，y 不变，那么这里什么？负 x 负 z， 啊，那么这里呢，就是围绕什么？围绕 x 轴转 ，x 不变，那马上得到 x 不变 ，y 变成负 y，z 变正极，所以这个两个结果是一样的。所以两个相互垂直的面跟两个相互垂直的两次轴它是可以交换的，一般情况下两个面跟两个交叉的两次轴是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交换的